你讲我乌西安波罗官司的证明，怎有可能？本已经查到恁黑市集团有几落笔钱项有汇入去罗三某的口中，金额阁未少。这是交易的记录，你敢有法度交代这几笔交易的用途？无可能啦，因为我根本都无汇这个钱啊。难道是你这资料位倒来？反正这全部拢有可能是假的啦。阮已经有请银行那边调查过啊，钱确实有入去伊的口座。我已经将相关的资料申报法官。若算讲你也无合理的理由会使解释，到时法官阁认定你是乌西证人，安尼伊的证书阁拢总无效啊。这件代志啊，应该得到好处就是因为相随啦。那真正有问题啊，绝对是伊那边的问题。你应该为遐开始调查呢，啊是讲，即摆恁两个斗社会，为着这个官司要拍赢，所以跳到垃圾水泼在我身躯顶啊。你讲话较细腻的，那无我会使告你诽谤。检察官，歹势，我先离开啊。免查啦，钱确实是我汇出去的啦。千手，你是安怎回来这钱啊？罗三毛，是咪杨香水出人威胁你？免阁替我找理由啊啦！那不先问看嘛，陈忠信，进前捌做过啥物亏心事啊？千手，你江道成不是已经变做植物人了？你是即马去用下符啊？还是你笑去啊？陈爷，恁兄哥伊即马是安那？伊掉沙是沾着药啊？这几十年来，阮兄弟才是去有人下符啊，连七做袂。我替害阮家婆联盟的人命命。今仔是安那？我哪能听无恁两个兄弟到底是咧讲什么话？大伟，陈忠信，当初罗在英害阮爸失去所有一切，阮妈把阮放生。后来阮爸带阮兄弟去自杀，差点咱亡命，是恁把阮救起来。阮为了要报答你的恩情，替你对付罗在英，我即摆讲这的应该拢无对啦。这相片你还会认得吗？你真真乖乖交警，这相片是交警监视器画面翻拍的，虽然有淡薄仔无清楚，你不过只要实在相片顶悬的人，都一定认得出来。相片内底迄个查某郭素桃，是阮的妈妈。先生，先生，阮爸确实去个交警，啊，不过。恁妈早去跋筊，跟恁拄则讲的认贼作伯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有什么关系？拜托的，恁是三个金头脑呢，比我兄弟还巧过了百倍，这种代志恁不要打打想啊！也够这，恁这物件。为倒位来？是不是油香水提予恁的？是啊，是油香水给阮的。我即马甲恁问你一句，这个物件是不是真实的？你问阮，这个物件是不是油香水给阮的？我直接跟你讲是。我即马甲咱需要一个答案。你想做歹讲，你想做讲袂出来，讲啊！这个东西不是伪造的，是真的。是真的是怎样？郭素桃做了我的交警跋筊，欠一大堆的缴械。我只是公事公办，爱签本票，爱还钱啊。啊，那伊的钱为倒位了，我哪会知？你哪有靠你唔知？想我是这里拄好。就这里拄好，你救到一个欠你娇小，搁让你必就全落一家人。
就是这么拄好。我真正无甲恁老母失脚，我嘛无甲白鸡骨，我无甲尖叫，我无害恁破产，我嘛无超过伊利用恁两个兄弟仔来帮助我去对付兄啊。那安尼，你当初安怎对付小雨，安怎对付金玉，到时要我提醒你。陈忠信，你敢会收过看人无啊？我是要编什么故事啦？我对恁兄弟也毋捌用过心机。我讲一个较歹听的，我就算捌对小雨甲金玉讲过白贼，我对恁兄弟也毋捌讲过白贼话。那是因为你将阮当作白痴，恁白贼话就变大讲。千叔，千姨，不管过去安怎，阮爸捌救过你。就算你真正要兴师问罪，至少等这个来查清楚才好讲，好不好？有啥物好讲的？迄当初阮兄弟仔共我死伫水内底，也免你救啦。都免就像即马安尼啦，人唔救人，鬼唔救鬼。事实就是安尼，我到底安怎解释，你才愿意相信？无唔对，我确实有咧注意，甲兄弟合作的人，我嘛咧找对象，看是毋是找到空棒来失脚。啊！不过你妈妈的代志，我根本无设计，好不好？陈忠信，你也有讲袂出理由的时阵哦。你抓准，你讲一句无，阮兄弟也着相信你哦。那恁迄两千万，阮是咧赚心酸的哦。阮爸一条命，还佮阮兄弟啊几十年的死忠，互你付这两千万，已经算作俗的啊。我地址已经转出去啊。你安波罗的官司嘛拍袂了，我嘛算是打迄些石头烟路刀啊！你打阮兜烟路刀，阮哥打恁兜烟路刀，安尼算真公平啦吼！无应该摕物件，阮绝对袂乌白摕啦！你送阮的迄间厝，阮物件已经款好啊，阮会搬出去。还佫有，你送我的物件。我不需要行李。陈忠信，为今仔日开始，我兄弟仔甲你田无狗，水无流，个人行个人的路。你若是不甘愿，你会当叫人来取我兄弟仔的性命。我随时等你。请，请坐。哎，啊，不过是安怎，这样拄好啊？不要啊！这么连恁两个嘛咧怀疑我。所以嘛，不怪陈秋生啊，因两个兄弟啊，那认定。我承认，我这世人为着要报仇，我对不起真侪人。啊，不过，我欺骗、我伤害的人，拢原谅我。我无欺骗、我无伤害的人，所以就认为我咧骗你。你讲白啊，真正，真正是咧跟我创敌的。杨香水把这个物件交给因两个兄弟的时阵，一定讲足侪话咧，甲因洗脑，所以唔才让因两个认定讲你就是害死因爸母的人。啊，假使讲阮大官若真正知影一寡真相，那安尼无得开，伊会当找出一寡证据来证明你的清白啊。我唔对，我是看到陈秋千也因个，像你要误会我。我的家人啊，拢乱去啊！一定有啥物证据，会当把规个代志拢理了清楚。爸，我跟你上楼当。所以爸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过数度来找你讲介绍，高来贵可能事先唔知影，面粉厂可能用上佳介绍袂掉，阿姨会暴躁去，一届过一届打架，伊挡袂掉。所以才想袂开。即摆看起来吼，应该是安尼啦。所以当初呐，
伊摕一大条钱来甲教授拢还我清，迄条钱就是安尼来。这贵寿桃后来啊，嘛毋捌来过，嘛毋知个人走去倒位。我怀疑应该是毋敢面对咱个款啊。也毋过，即马只有贵寿桃会当证明，是伊家己走去卖迄个面粉厂个，毋是爸你超工要欠人个汇款，也是用遐尼低介绍去卖因个面粉厂啊。问题是啊，拢经过遐侪年啊啦，即马过寿桃啊，人伫倒位，也是讲伊是咪还阁活嘞，还阁唔知啊。我看陈旧陈兄兄弟一条，我今仔跳落淡水河，我拢洗袂清啊。啊，赵哥，你先帮我哦，甲过去遐员工的名册印出来，我得先查出来迄个时阵的总务还阁会计啊。我知。放心啦，我想你这件代志一定真相大白。你敢知影林子倩已经去做军人的提早啊？是啊，可恶啊！这林子倩哦，甲张军人勾起，已经有够寒门嘞。今麦竟然连枪也要出入去无极生计哦。讲起来哦，我甲伊是无冤无仇。啊，不过你就无同款啦。林子倩唔呐是盖扣你后脚，即届哦一定会趁机会甲你创空。你讲我哪有可能目睭紧紧看你偌济啊？你是真正咧替我咧烦恼，还是讲你只是咧唔甘愿你的军人去予林子倩勾起啊？我当然是伫替你烦恼，敢讲你到即马还搁伫怀疑我对你的心？那呢，你有啥物计划啊？真简单啊，咱会当里应外合，绝对袂当和林子倩伫个军人的身躯边乌白乱来。敢有你讲的遮尔简单？你哪会当对我遮尔啊无信心哈？你敢拢无想过，只要我的手头还佮有扫怀这张牌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甲权力摕倒转来。我毋是怀疑你啦，我只是……我拢讲遐尼啊多啊，你佮伫丢毒啥啦？咱着继续把这会。对你蛮有好处啊，敢不是？这是你讲的哦，我真正要给你拔掉掉。等下你就当看到和恁某上刺激的现场直播，只要你俩讲，阿姨就会带无形。我就是爱我阿姨，全代志了了，烦恼甲无多休困，影响到伊的判断，也甲情绪。对啦，我差点袂去甲你讲，你若临时有啥物状况，或者是讲你算了忝嘛，你知影无？你好朋友陈东俊就住在对面间房间，你来去看卖，看有伫无，叫伊陪你。原来陈东俊住伫对面哦。嗯。好，我知影。嗯。拜拜。我的小弟，大人游戏真刺激，你得好好耍吧。这一下。蝴蝶，陈东俊，所以一连对比，啊！你在做啥？